这只小比熊呢，是我帮山西太原的小姐姐准备的哈，她在外面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。看一下这只的品质哈，还吐着小舌头呢，大眼睛，小鼻头，嘴巴不到一指宽，身上的毛量也特别好哈，又多又密，体型一丢丢大，这只应该符合她的要求。现在给她开视频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看得上。 来看一下你家宝贝，打了碗了。啊，性格可好了，你看小脸，看到没？嘴巴超级短，看到没？好看。嗯，我都说了，你第一眼就会爱上它。我昨天跟你说的，没骗你吧？你看小体型，眼睛也大，三个月了，疫苗3针都打完了。来，哎呦，看看它的一个状态，你看一下小尾巴，你看小尾巴在那晃来晃去的，像个小石头，看到没？快来陪我玩嘛。 哦，尾巴是一个小球，亲爱的。嗯，立的结实的很，掉不下来。来抱起来看看吧。挺好的。嗯，好看吧？呀，好看。嗯，你到家了以后多帮我宣传哈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什么时候能运啊？哦，你这边的塑料尾款以后，亲爱的，我就给托运报单了。你小脚垫，你截个图回到家核对。来，每一只狗啊，一只狗一个盘号。 每一只狗一狗一个盘号，每一只狗的脚垫，亲爱的，都要截一下，回到家对比。啊，我们一只一狗一盘儿。来，好的，好的，是不会换的哈。哎，来，我给你截，我给你截，亲爱的，截了我发给你。嗯，好的，拜。嗯，小姐姐看了后也非常满意，还在吐舌卖萌呢，再拍个美美的照片，赶紧去新家享福去吧。就是你的宝宝，只想要对你撒娇，我只想让你知道。